我和几个中年朋友前段时间去鬼屋，去鬼屋去玩，真的，我发现在整个鬼屋里面最淡定的就是这些中年人了，真的，他知道生活比鬼屋残酷多了。就那个 NPC 那个鬼咔一出来，年轻人啊吓得四处逃散，那个中年人就这么看着那个鬼，就像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，跑不动也跑不掉。你看呼兰的右手，呼兰的右手揣那个劲儿进来了，我拿上来就不对劲，他就一直在那拖着的，要不然你就弄死我得了。真的，最吓人的是我们在那个鬼屋里面看见个床，我说这是干啥的？他说就是那些鬼有的时候加班太晚了，就在这儿睡了。所以我在想，现在各种什么鬼屋、什么生化危机，那都不吓人，就应该做一个中年危机，一进去先打卡。进去之后也不黑，就是灯火通明，全是格子间，大鬼小鬼都在那边加班。没有什么恐怖的音效，就是键盘声，就穿插着什么噔噔噔噔噔叮叮的声音。